一嘉宾来到北京探班，他会是谁呢？一般韩国人到外国去的时候都很想吃韩国的食物，比如说泡菜啊，或者是炒年糕，所以我打算给他们做一下韩国的炒年糕，当做他们的加餐。就算我做的难吃，他们应该也会喜欢吧。你好，你好，我想用一下厨房可以吗？可以啊，谢谢。哪一边可以用呢？哪边都可以用，谢谢。谢谢。哇，虽然我也在学校待了10年，但是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厨房哎。但是这个炒年糕我真的是只做过一次，不知道好不好吃哎。要做的不好吃的话怎么办呢？没关系，就算做的不好吃，他们也一定会吃得很开心的。要不然我就故意做的不好吃一点，然后让他们勉强一定要说好吃。我觉得小时候家里面，姥姥和姥爷特别喜欢听京剧，然后早上就在家里面放那个磁带里面的，就放京剧。哇哦！现在我竟然在京剧学院的厨房里面做炒年糕，肯定谁也没有想到。反正男生嘛，胃也大，肚子也大。年糕是不是应该把它撕成一个一个的？不用吗？还撕一下比较好。哎，早知道刚才大条的时候把它撕开了。哎，真讨厌。这撕到什么时候啊？反正已经快中午了，要是不快点做的话，哎，不知道，给它扔去的话应该就自己开了。哇，水开了。哎，不辣。哎，我这个好的跳。反正只要辣椒酱好吃的话应该不会难吃的。哇，出颜色了，出颜色了。有的时候会去那个什么东西嘛，就是韩国的那个布加马茶，就会看到就会放太多了吗？先放一点再说吧。还会放糖，搅一搅。看看呗。我听说如果放一点咖喱粉的话会味道很香，其实我也没试过了，不过做一次如果好吃的话就可以再做第二次啦，对不对？所以呢，以哥哥们为试验品，如果这次做的好吃的话以后自己做的时候也可以吃了嘛。所以呢，喂，再大点。
等开锅了以后再把年糕放进去就好了。不过没有多长时间了，快点。哇，炒年糕我都快做成年糕汤了，加了太多水了。宋茜式年糕汤，恶心了，龙鱼啊，那个鱼啊，我研究不退哦，他学十年的。喂，嗯，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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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만들어왔어요。야다가오마뭐뭐뭐뭐아니야빅토리가여기온거야지금오오오만들어왔어요你小心你的汗别滴到你这촬영안해지금예떡볶이오늘시간이없어서왔어요아오늘쉬는날이야오빠들여기서이거배우고있습니다고해서아진짜왔어요야기님짜요완전서프라이즈네야송채완전막기억난다우리내가说话的时候在流口水아일단야일단앉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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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야여기여기오케이아유와야수술에서만든거야네제가아까여기학교식당에서만들었어요어제지금学校的食堂里面然后问他们借了一个灶然后就做了학교식당에서만들었어네국물떡볶이에요국물떡볶이빅국떡빅토리아표국물떡볶이里面还有爱心豆腐对啊是那个鱼豆腐我能先吃吗아떨리다야惊喜嘉宾宋茜到访，为京剧三兄弟奉献爱心年糕。压我啊 ！OK OK OK。嗯，안녕하세요，빅토리아。어，야，我要给你们加油。떡볶이，빅토리아표국물떡볶이에요。국물떡볶이，빅국떡。여러분한번먹어보세요。我能先吃吗？아떨리다。자多吃点多吃点我做了一大锅然后结果我盛了一碗过来以后然后他们工作人员还盛了五盒哦那好那真是我这么的没有问题的我感觉很辣有点你没有打算开个餐馆吗有啊以后的梦想我吃먹은다음날먹으면예술이니까他但是他的感觉给我感觉他可以一个人把这全部吃完好像在喝白酒的感觉这个你可以剪接回去然后你开店了然后做广告哎不错不错소리만내는것같은데像中国云南소리만냈지没有근데빅토리아우리뭐하는줄알아경북경북알아네빅토리아는경북배운적있어배운적없어요근데예전에빅토리아도이런기숙사생활했다그러지않았나네우리학교무용학교무용我啊，马上马上马上，北京了，北京了，无用이아니고거의기예수준아니야두개그렇죠그렇죠거의기예수준이죠기예수준이지오잘한다야오오시원하다여기가오아그김연아선수가있던그렇죠오오오그럼오빠는잘배우고계세요아근데너무어려워너무어려워서어설퍼지금
那你应该可以吧？什么？中国人学京剧应该比他们轻松一点吧？我其实基础跟他们差不多，我只是看过一些京剧而已。也有点那种压力很大，对。그럼여자역할하시는분도있으세요오빠 오빠백사정말요오빠백사오빠당수부딩오你觉得你觉得我们能成功吗？应该能行吧？你不觉得？哎，那等一下给我看一下吧，好想看呀、啊。지금우리이거좀빨리먹고한번보여줄까빅토리한테아이거검증한번검증또쇼핑하러가야되는구나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拜拜，수고해再见了。哦，오빠들여기와서스트레칭그런것도다배웠었잖아요어배웠지어하다가하다가죽을뻔했지어어진짜빅토리아만의스트레칭법같은거있어저는스트레칭잘안하는편이에요왜냐면하면너무유연해서어얄미워봤어요방금저는요스트레칭잘안하는편이에요그리고그럼앞으로앞으로넘어지는거봤어앞으로너무자연스럽게 저안하는편이에요왜냐면하고나서너무유연해서힘이없어져요그래서얘는춤배웠을때도웜업하면제대로그냥끝까지안풀어요내가보여줄수있는데응여기까지만보여줄게 이다음에어떻게되는지알지이거뭐예요이거이렇게되는거있잖아요이렇게아저도요즘못해요못해요뭘자꾸못해요하면서쭉쭉찢어 아이거원래유연해서저는우리원래안유연한사람 표정은표정은거인류야인류표정은인류오빠힘들어도안힘든척해야돼요아저그포인트야그거진짜힘이에요그거최고예요일단다리잡고할수있는데까지어안아파요아주아주쉬워요야안아파요 아, 진짜아但是其实舞蹈最重要的所有的艺术最重要的不就是心吗对对吧只要我用意念告诉我自己我的腿可以上去它就上去了对其实我根本就不用掰脚就只要在那冥想就可以了你真的很有用哇你呀是真有用你脚已经在这儿了然后他你飞到这边来발이여기있었던거지느낌아니근데지금서운한게왜이렇게연습하는게갑자기좋아졌지그래어우리끼리있을땐아니랬잖아요안그랬잖아요지금우리끼리있을때갑자기우리끼리우리가더되게서운하네관계실은美女和美食都一样可以给人带来好心情속마음을알았어우리둘이딱나타난순간별기분이안좋았던거야야그건우리도마찬가지였거든참우리대관으로서얘기한거아니야어대관으로서这段必须剪掉我老婆也在会看오늘확실히방금뭐원래뭐이런거안했거든근데사실은뭐그게뭐자틀면마음대로해보여줄까그럼한번볼까보여주세요给我看一下我来我来做你们第一个观众来评价一下你们我嘴上的油擦干净了자까먹는거아니지까먹으면안되지자开始真的没觉得我们三个像个笑话吗아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比我想象的好多了真的아니처음에는정말좀웃겼는데근데오빠딱이딱이거하니까오느낌있어요오빠화장하면끝내준다공연전에수염꼭지않아지금공연전에넌그걸하고잘라야돼이세시간만지나면올라와서까맣게他不能演一天的白蛇就还好我们演出的时间不是很长如果他演一天的白蛇上午的时候还是白蛇下午的时候胡子就已经出来了成法海了是吗어떻게괜찮을까나쁘지않을것같아요정말분장하고의상입으면더나쁘지않을것같아요아그러면누가제일잘하는것같아이거한번더물어봐야죠제가我也正好정말로其实这种事情我就不要再跟他们两个人争了비슷비슷해요그치아니다비슷한데그러면우리이렇게하자그럼아그럼이렇게내가내개인기하나씩보여주세요我们有什么特技啊问题是어나왔어지금나왔어비장의무기나왔어비장의무기어비장의무기나왔어어
자, 요거 실수하면 큰일 나는데. 난리 났다, 난리 났어. 엄마 毁了学校的地毯。你上过来说，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郭金飞，好，要看你们的见识，你怎么拿一个？我这浮尘，最难的就是，我已经被甩了10次了，每次都不是在头上，就是在脸上。啊。而且甩上去又特别疼。 对，像女孩马尾辫。对，吃了你的饭以后，我觉得我是我穿的多的甩到。什么？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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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찔려줘. 그렇지. 자, 이제 내가 해보겠어. 밥으로 하는 거. 빅토리아가 와가지고 이 준비하는데 훨씬 더 화기애애하게 준비하게 됐어. 그리고 가장 큰 우리의 소득은 거징페이가 활기를 찾았다는 거. 너무 활기를 찾아갖고. 왜 이래 진짜? 와 진짜 정말 잘 놀아요. 아니 무슨 이게 왜 찾는 거야? 야 너 완전 딴 사람이고 왜 이래 갑자기? 우리 딴 사람 섭외해 왔어? 근데 그게 잘 안 보였어요. 빅토리아가 왔을 때의 거징페이의 입을 보니까 덧니가 너무 잘 보이는 거예요. 그러니까 이게 정말로 활짝활짝 웃더라고요. 아니 그렇게까지 밝아질 줄 몰랐거든요. 이게 저희가 연일 연습도 많아지고 연일 또 잠자는 시간도 모자라지고 또 이것저것 바쁘다 보니까 거징페이가 처음에 비해서 굉장히 웃음이 많이 사라졌었거든요. 근데 오늘 그 웃음을 처음 만났을 때 두 배로 찾아줘서 빅토리아 씨께 너무 감사드리고 제가 소개해드릴게요. 그리고 빅토리아 브라시 감사합니다. 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 빅토리아는 어떻게 봤어요? 오늘 오빠는? 我觉得真的是在旁边看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棒而且就是他们你们只排了好几排两天嘛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而且就是你刚才在练习室里面看到的更帅更棒特别有架势而且特别厉害也中午我们吃了你做的饭啊原来是这样 非常感谢你今天演得这么好，一会儿到我们家吃顿晚饭，我们再接着一块再去。집에 같이 밥 먹고 가자. 선생님 지금 어떻게 해? 到我们家吃，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咱们一会儿家里面家里面。저희 그럼 바로 오빠네 그 따라갈게요. 赶快谢谢。